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悲切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所之缘，皆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现在讲根和那个识，还有那个色、身、根意，就是这三个之间的差别。今天继续说。那么识依靠何底，何甚而现见何识，尽呢？就是那么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讲了这个根和这个识吧，他真理的这个识呢，就是依靠什么样的这个底，依靠什么样的身体，才见到这个什么样的这个设法呢？眼识见一切色境，就是他真理讲，讲这个眼识的话呢，就是可以见那个一切色境，就是他真理一切呢。在佛经当中也是这样的，论典里面也是这样的。有时候这个所谓的一切呢，就是不一定是这个三界当中所有的，就是它真理虽然是一切是所有的意思，但是摩诃仁波切也讲了，就是所谓的一切呢，就是应该在那个到时候用，就是它有这个特定这个情况下就是应用的。所以它真理的这个一切呢，也是同样的，它那个眼识呢，就是能见一切境。一切境是指的呢，子底和下底还有这个上底的这个色境呢，就是全部能这个见到。这是就一般的情况而言的，这里就特殊这个情况言呢，就欲界的眼识只能见子底的色境，而不能见这个上底的色境，就是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眼识吧，就是依靠这个欲界的这种身意，然后呢就是出现这个欲界的这种这个眼识的话呢，它只能见那个就是也就是说是只能见那个欲界的这种色境，就是然后欲界下面呢就是没有什么这个，当然我们这个欲界的这个其实欲界的色境全部也是不能见的，比如说这个恶鬼的地方啊，或者是那个地狱的地方啊，就是这些的话呢，就是虽然是属于在欲界当中，但是我们呢就是尤其是这个就是这个环境就是遥远，就是有些呢就是它的这个形象遥远，有些呢就是与这个世间遥远，就是所以有就像这个阿罗汉的话呢，他们也有各种不同的境的不能了知，因此我们就一般的有些凡夫人也是通过这个修行获得了上面的这个色界的一些这个根识的时候呢，就是才可以得到的。我们这个自己呢，就是还不能就是见到，就是不能这个见到。这个如果这个真正那个修行这个禅定以后呢，就是在自己的这个眼根的诸位呢，就是获得了一种这个清净的根，就是这就是这个色界的根。依靠这个色界的根呢，就是虽然能见到一些，但是这个呢，就是也不算是这个像这个无鲁的这种这个眼识一样，就是无鲁的这种智慧。因此在这里呢，所谓的这个欲界的眼识呢，只能见到这个自己的这个色境，就是自己的色境也是与它相应的色境，就是不相应的这个色境呢，当然是这个见不到的。就是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如眼呢，就是只能见到自己前面的这个这一块，然后那个其他的地方呢，就是都不能这个见到的，都不能这个见到的，因此呢，他真理说这个子弟的一些这个色境，就是而不能见这个上帝的上帝，就是上帝呢，就是上面的这个色界的境啊，就是色境，因为他不能去超越自己凡处的色境桎梏。为什么这样呢？就是他这个如眼呢，就是他有他的一种这个界限，就是他根本不能这个超越除了他自己凡处以外的，就是凡处以外的这些这个东西呢，就是根本不能这个见到的，就是他的这个质量呢，也是有限的。所谓之见诸色尽识，就一禅而言的。那么这刚才这个松子里面不是讲这个眼识呢，就是能见诸色嘛，就是能见诸色。那见诸色到底是指的是什么呢？就这里呢，主要是指的是这第一禅而言的。第一禅的话呢，就是它有这个与其他的这种这个眼识有点不相同的，就是它有这个特殊的这种这个特点吧。眼识不能见一切色底，而且他这里这个对，就是所谓眼识不能见一切地的色境，而且所以的身体也作为色与识二者之所以。
对，就是他真理呢，就是严师这个不能见一切的这种色境，就是他真理呢也说了，就是一般的我们这个严师的话呢，就是他不能见一切色地的这个色境，而且呢，就是这个所谓的我们的这个根仪呢，就是它作为这个身和事的这个所依，他真理的这个色呢，由于一切的身体而见次第于上帝的色境，就是依靠这个一切的身体的话呢，就是他能见得到这个次第，就是依于这个一切的这个身体的话呢，能见到这个自己这个一切的地方。还有呢，就是上帝的这个色境呢，就是也可以见到。为什么依靠这个上帝的色境见到呢？依靠这个一切的根呢，不能见上帝的这个上帝的这种这个地方。但是依靠这个身体，依靠我们欲界的身体的话呢，可以见这个上界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身体呢，就是欲界的这个身体。然而，依靠这个欲界的身体来修持这个禅定的话呢，那么这个第一禅、二禅的这种这个眼根呢，就是可以出现在我们的这个眼珠当中。这个时候呢，就是依靠这个上界的眼根来这个现前那个眼识，现前眼识以后呢，就可以看那个上界，就是如果是第一禅的这种眼识的话呢，就是那么就是第一禅的眼识的话呢，就是眼识和眼根的话呢，我们可以见到这个第一禅。如果是第二禅的这个眼根和这个一禅的眼识的话呢，就是可以见到就是第二禅，就是那么以此类推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呢是欲界的身体，但是可以见这个上界的这个色境。以于一禅至三禅之间的身体而见自体，就是如果依靠这个一禅和二禅之间的身体的话，那就是他能见得到这个自体。然后呢，就是还有这个下地和上地的这个色境也是可以见得到的，就是比如说，这个三禅就是一禅也是一样的，三禅也一样的，二禅也是一样的。那么依靠这个自己的这个身体，然后呢，就是就可以见得到这个四禅啊，或者是这个二禅的话，那就是见得到三禅当当。就是，所以这个上下这个次第全部都能见得到的，就是，以与四禅的身体呢，就是只能见这个次第和下第，就是因为这个色界，四禅以上的话呢，就是没有的。无色界呢，就不是这个色根的境界，就是应该是这个意识的境界了，就是所以说这个四禅以上，如果是四禅的话呢，就是它只能见得到四禅它本体的这个界，然后呢，就是就这个下面的这种这个界呢，就是可以见得到。欲界的身体能产生自体也一禅之时，就是依靠这个欲界的身体的话呢，就是能产生那个自体和一禅的事。比如说我们这个欲界的这种身体的话呢，就是可以欲界的这种眼根也出现，眼识也出现。然后还有呢，就是一禅的这个意识呢可以出现的。那么三禅和四禅呢，就是本来都是没有这个眼识，就是所以呢，他们要用的时候都是要借一禅的，就是所以我们依靠欲界的身体呢，就是用那个三禅的这个心识呢，不可能这个出现的，三禅的厌世呢，不可能出现的。一月一禅的身体只能产生自体之时，一月二禅以上的身体呢，就仅仅能产生一禅之时，因为他们呢，就是只有这个根，没有这个根识。这个前面就是反复的已经这个说了，所以这些问题的话呢，应该是这个最这个合理的，就是我们这个中观也是应该这个对判断那个色界无色界的时候呢，就是在他们的这个眼根问题上呢，就中观引申派也是明眼当中呢，就是也应该不得不承认这些道理，就是。所以说呢，我们这个一听到这个句式的话呢，就是句式这样的这个学问呢，就是我昨天的自己听到有些这个听你们这个金刚道友里面的一些话吧，就是不是给我讲的，说是这个句式论那个就是这个思维的话呢，增加分别念，就是我不像这个思维，就是我像是这些人呢，真是那个就是太笨了，就是就是如果你个世亲伦师的智慧的这种分别念增加的话呢，就不是很痛苦的，就是我看。你的这个贪嗔痴和世间八法的这个分别念呢，就是最可怕的，就是像那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深深广大的这个法门的这样的这个详细分析的分别念增加的话呢，这一点都是不是痛苦的事情，就是。可是我们有些人呢，真是这个特别愚笨，就是特别愚笨的话呢，自己对自己就是找一些这个理由，因为呢自己不愿意闻思的话，自己认为可能是就是自己呢就是在整天都是增加一些这个贪嗔痴的分别念啊，或者是一些盲修下念。
念，就是盲修相连的话呢，我一律就是可以说是不止个赞同，就是前一段时间我们学院里面的是有些金刚道友，就是还是那个可能以前呢，就是我也这个说过，就是你们还是好好的这个再闻思一下，就是不要这个天天的是专注，甚至大圆满也是，你不要就是天天的是想这是本来清净啊，这是这个方便明辨呢，天天的这样专注的话呢，这是这个很危险的，就是确实是这个现在有些汉地的这个禅宗，他们都不一窍不懂的人也说是这个学密宗这个发疯的，但是呢，我不是这个承认所有的人这样的，但有些人呢，他前面的这个，尤其是我们明眼的这些法门呢，一点都不懂，就是整天的是学一个明点，学一个这个修法的话呢，就这是很危险的，不如这个好好的这个闻思，然后闻思达到一定的基础的时候呢，才可以那个就是观修吧，就是才可以这个观修，但是呢，就是有些人呢，就是还是这个自己对自己增加一些这个分别念，就是学中观也是增加分别念，学一密也是增加分别，学寄生也是增加分别，不如我天天的是这个专修。可是专修呢，就是还是很危险的，就是真是那个有些不懂这个窍诀的这个专修呢，就是特别特别危险，就是因此呢，如果你这个还是这个整天的是这个好好的闻思的话呢，就是虽然你没有这个很快的时间当中的这个明显的一些成就，但是呢，你的这个闻思修心呢，就是比较这个这个可靠，就是你这个说简洁的话呢，就是比较这个可靠啊，就是我们这里有些人呢，就是还是喜欢闻思的，这些人的简洁呢，就是比较可靠，他的说话各方面的是不是这个疯疯癫癫的，不是这个好像那个就是疯狂在这个说话一样的，就是因为这个人的分别念呢，就是接近于这些智慧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心为越来越这个如法的，然后你把这些这个闻思修行的智慧方面的法门呢，就是放在一边，然后你自己在旁边呢，就是找一个这个认为就是很殊胜的这个法门的话呢，我看你的这个行为呢，就是跟牦牛就是没有很大的差别，越来越这个与这个人人都这个不相合，就是到了一定的时候呢，就是很有可能这个疯狂的，因此呢就是有些人呢，就是闻思的这个基本的道理都不懂，就是这个穿法的时候呢，就是不看书，就是然后旁边的是什么大作啊，或者是旁边有这个有些人是有法本，但是都就不去看，就是好像在这个就是仗着罪吧，就是看到上师的罪里面，就是这上师的罪里面这个所说的法呢，就是不是使上师这个这个罪里面就是突出什么这个就是气泡一样的，就是不会这样出来的，就是所说的法呢，就是用这个眼睛来看法本，就是然后二根来接触，就是但很多这个现在我觉得是这个很多日本人的这个行为呢，就是看不惯，就是确实这个看不惯，就是因此这个有些人呢，就是不好好的这个闻思修行，有些人的话呢，就是真正的这个闻思修行呢，就是当作是没有很大的意义，结果自己呢就是已经这个入迷，就是也有这种这个现象，因此呢我想这个听不听的是你们的这个事情，但是呢应该就是像这个释经论师的这些智慧的这个海洋当中这个运用的话呢，我觉得这不是这个很痛苦的，这不是这个分别念的一种这个境界，然后你觉得是这些是这个分别念的话呢，就是到时候你的这个智慧呢，就是恐怕是可能引诱你对这个业因果啊，就是佛教的这个相信对这个因界处，就是整个万事万物的这些分析和判断呢，你一窍都是不懂，然后呢你仅仅是念一点这个注意啊，仅仅是做一点这个观修的话呢，恐怕就是到了一定的时候呢，就是这些也是就是不能救活你，就是因此在我们这个简介上呢，就是一定要这个纠正，就是简介上没有纠正的话呢，这是这个不行的，所以他这里啊，就是这些道理呢，就是我想这个应该这个大家明白，就是一月二三以上的僧呢，就是参僧这个一参之舍，因此所谓的僧为这个僧是自所也，也就是多数情况而言的，就是这是这个多数情况而言的，但有些地方呢也有一些这个特殊吧，就是也有这个特殊的这个情况，多数情况的话呢，就是他这里这个僧体呢，就是为这个舍和还是这个僧，就是舍吧，就是舍法，就是这两个的这个说。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这个多数情况而言的，然而等诸根也复然，三根均取自地尽，神是去下于自地，一时这是不一定，就是他真的讲这个前面我们已经讲了这个岩根就是岩根这个与岩石之间的差别呢，就是已经讲的这个非常清楚，下面呢就是讲这个二等这个诸根呢，就是也是同样的，就是他真的呢就是这个二根吧，就是主要是这个二根呢，就是
也是这个同样的。那么，然而其他的这个比如说那个就是鼻根呐、舌根呐、肾根，就是这三根呢，就是菌群自己的这个地吧，就是比如说这个鼻根和那个舌根、肾根吧，就是这些呢，就是不可能是我们这个鱼界的这种鼻子呢，就是闻那个色界的这个味道，就是这些呢，就是没有的，就是没有的，就是所以呢，这个呢，就是由自己的这个筋来这个去除，然后神识呢，就是趋向于自己，就神识的话呢，就是一般来讲那个，就是自己地方的这个，就是自地的这种，这个所处呢，就是界属，一根呢，这是不一定，就是一根呢，就是它没有这个心体的缘故，然后呢，就是可以这个现前，就是很多这个同相同和不相同的这个对境，那就是可以接受这个相同和不相同的对境。下面就是说讲义里面这样讲的：医生以相喜的参数了眼根，耳根也是可以同样以此类推啊。就是那么如果耳根以此类推的话呢，就是前面的这个松弛呢，就是可以这样这个盖过来，就可以讲诸如身体不举下第二下而不闻呢上第三呢，然后这个二是也闻诸肾经呢。身为身舌，身为身舌之所以，就是这个是跟前面的那个，就是耳根和眼根呢，就是就兑换这个，然后肾和色呢，就是就换了，就是这样这个推的话呢，就是一模一样的，就是都是这个同样的。因此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呢，就是这个五眼如同里面的话呢，就是有这个偏耳、偏眼，就是它没有说是这个偏鼻、偏色，就是这些呢，就是没有这种说法，就是意思呢，就是它的这个对境和这个。就根呢，就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别。就是如果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现在欲界的众生呢，就是修这个天耳的话呢，就是也可以就是修得成，就是然后这个天眼的话呢，就是也可以这个修得成。但是这个偏鼻偏色，就是这些呢，就是没有这种说法，就是这个原因呢也是在这里。然后下面呢就是说那个就是鼻和舌肾三界的对境呢，就是对境和舌，所以都是自体所舍得，就是因为它这里的这个。鼻根和舌根、肾根吧，就是这三界的这个对境的话呢，就是这个味和触和相，就是还有呢，就是它所产生的这种善识呢，就是全部是这个自体所设的，因他们要与根相接触而去除过，就是他不是前面已经讲了嘛，就是鼻根和肾根和这个舌根吧，就是这三个根呢，就是它去境的时候必须与这个对境相接触，如果没有这个接触的话呢，就是不能这个去的，就在这样的话呢，如果二根和这个眼根的话呢，不能这个借助，就是如果要是那个要真正要借助的话呢，那么我们这个鱼界的鼻子，这个一直这个到那个田界的这个地方去的话呢，就是那这个鼻子就特别长了，所以呢，它真的就是必须要借助的话呢，只有这个质地才可以的。但是我像是那个田鸡的味道，就是下来的话呢，也可以吧，就是田鸡的鲜花的那个味儿呢，就是来到我们这个人家，然后我们人间的这个鼻子呢，就是接触也是应该可以的。然后田鸡呢，就是有一颗糖掉下来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人，御姐的这个人呢，就是能借助的话呢，可不可以？就是，他这里呢，就是是这样的，只是开玩笑啊。特殊情况而言，就是生根与借助是自体所择，就是又不能这个去已经这个诸葛与这个什么原处的这个外境。这也是一般情况。特殊情况的话呢，就是对这个什么这个鼻根和舌根的是没有什么特殊情况，就是应该是这样的。但这个身体的话呢，就是也有一些这个特殊情况吧，就是身体的话呢，特殊情况，身根与所住是自体所舍，而身识呢，并非如此，就是它这个身根与这个所住呢，就是应该是自体所舍，但它的这个身识呢，就是不一定是转身于二禅与这个四禅之间者呢，就是如果去这个所住，必须要现前下地，就是第一禅的这个身识，就是所以这它那个身体上面呢，就是还是有一种这个特殊，就是它需要这个因为那个第二禅到四禅之间的话呢，就是没有这个肾识吧，就没有识的话呢，他如果用这个身体来借助的话呢，就前面也讲了，就是有一些无量功啊，就是等等，就是他那个处呢，就是是有的，就是身处呢有的，然后这个相和位呢，就是是没有的，就是因为这个四禅就是没有这个相和位，应该这样吧，就是所以呢，就是这个都没有，但是这个如果有身处的话呢，就是必须要借用第一禅的这个肾识就是必须借用第一禅的肾识，转身于欲界一禅者呢，就是如果要去所处。
俗，在于依靠自己之舌，然后这个意和法意识，以及呢就是彼之俗，以之身体是不一定的。有时候呢就是一切都是这个相同的地，有些时候呢就是不相同的地。它这里呢，比如说我们这个身体呢就是瑜伽的一个身体，然后呢就是依靠这个瑜伽的这种一根，然后依靠这个瑜伽的一根呢，就是他就愿意跟瑜伽的这个法，这时候呢就是产生瑜伽的这种意识，就是这一点呢就是全部是相同的，也有就是依靠我们这个瑜伽的这个身体的意识呢，就是然后这个你就想一想这个现在这个瑜伽的一个东西的话呢，就是这个叫做是这个他的这个意啊事啊就是身体啊就是全部属于是瑜伽的，就是是统一的，就是这样的这种现象也是有。还有我们这个依靠这个瑜伽的身体吧，就是依靠瑜伽的身体呢，然后也依靠这个瑜伽的这种根，然后呢愿那个色界的这个法，就是色界的一些这个天人的这个供的啊，天人的一些这个心想啊，就是当就是这样啊，这样的话呢就是也产生了这种瑜伽的一种这个意识，就是这种现象也有。还有我们依靠一些瑜伽的这种一根和身体呢，就是开始这个修一些这个幻化，就是幻化呢就是下面我们就是讲第八品当中都是有的，有一些这个依靠我们这个瑜伽的一些这个一根呢，就是修持这个就是这个色界的一些这个幻变，就是那么这种幻变方法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它的根和势呢就是完全不相同的，就不是一地的，就是所以这个后面的这个意啊法啊就意识这三者的话呢，就是还是有这个不一定的，有些时候呢就是它是这个相同的，这个全部都是相同，就是在这个瑜伽当中这个发生，或者色界当中发生，就是全部是这样的，也有有些呢就是他们几个都是不相同的。昨天我们不是讲的是用这个瑜伽的这个眼根呢，就是然后那个就是什么这个，或者有时候是用这个色界的这个眼根呢，就是瑜伽的这种色法，就是有这个相同和不同的，就是地方都有的，就是所以说这个呢就是也不一定的，就是这个意思。第二呢就是适当善类，这个从此里面是这样讲的，言以二识去外物，诸物为法，为常法，法界一般于所所，时而累计均为根。它这个颂词里面呢，就是有几个问题吧，就是，一个呢，就是十八界当中呢，就是哪些是这个意识和根识两个这个所得到的这个外境，哪些呢就是唯一的这个根识这个所得到的这个所去的这个外境，唯一的意识吧，就是不是根识，就唯一的意识这个所得到的外境。所以第一句话当中呢，就是这样讲的，他说是这个意识和这个根识和意识。所得到的呢就是有五境，就是五个从那个色到就是触之间吧，就是从色到触之间的话呢，实际上这个眼等这个五根的这个对境也是这个意识的对境，就是就其他的就是除了这个五境以外的，就是其他的这些法呢就是只有意识的这个对境。我们那个十八界当中的话呢就是除了这个香味触吧，就是这个色身香味触，就是除了这五个以外，就是其他的十三个法呢就是应该是全部是用意识的对境，就是不是这个根的对境。那么这几个呢就是根和这个意的对境吧，就是是的。就是这是那个这是一个区分方法。还有这个十八界当中哪些是常法，哪些是无常法呢？他这里说这个诸无为法为这个常法，就是所有的这个无为法呢就是应该是这个按照小乘宗的观点的话是常法，就是其他的所有的法呢就是是无常法，就是只是这样分的。然后这个十八界当中是哪些是属于是根啊，就是哪些是这个非这个不是根呢，就是这个分析。法界一般于所所十二内界为根，就是他这里讲这个法界的一半是这个根，然后还有呢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个十二界，就是前面说的我们这个内十二界除了这个色灯那个就是色灯这个流法以外呢，就是十二界法呢，就是前面不是讲了就是为什么是这个内界呢，就是内界的原因是众生的相续所色之果，不像这个外道这个所说的那样，就是众生的相续所色的无根和六根六识吧，就是六根六识呢实际上是内界，就是那么这内界和这内界呢就是全部为根，就是意思是法界的一半和还有呢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个十二内界的这个内界呢就是全部是根，就是除了这个以外，就是其他的法呢就是不是根，就是十八界当中有些是属于根的，有些是不是属于根的意思。下面讲十八界根识与意识二者所了之的对境呢，就是色
这从这个色到就是最后色处之间的五种这个五处啊，就是五处呢，就是是这个也既是那个眼根识的对境，也是这个意识的对境，因为他们是以眼根与意根，而以眼根与意根而了之的缘故，它是眼根到。眼根到其实实际上是眼根到一致这个这个耳根，从眼根到就是眼根至一根之间的了达的，还有呢就是从一识也是能了达的，就这个意思。神语的十三节呢，不是这个无根识的这个对境，就是唯一呢就是用这个一识的对境，就是这是第一个问题。柔文十八节当中哪些是常有的呢？就是十八节当中这个法界的一部分，就是法界的一部分法是这个刹那心的这个法界的一部分，大家都知道这个无为法吧，就是这个无为法呢，就是是这个不是这个刹那心，就是是这个常法的。然后除了无为法以外的，就是其他呢，就是它真的是将里面的没有去，但是其他的这个法呢，就是全部是无常的，就是除了这个法界的部分，法界里面也是有个部分吧，就是三无为法以外的其他这个什么这个说相心，还有那个就是无表思啊，就是这些的话呢，就是不是这个无为法，不是常法，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若有人问十八界当中哪些是根，就是哪些是不是根，就是他间接呢就是也有这个问题。法界的一般呢即僧罗树等五根，就是下面我们要讲的这个有树的这个五根，还有这个明根，然后这个心等五根，以及呢就是三无鲁根呢，就是总共有这十四根，就是这十四根呢就是全部是属于的法界的一部分啊，就是法界。为什么法界的一部分呢？因为这个树根呢就是包括在这个这个树荫当中，就是这也是这个就是不是树根呢，就是那个就是相信树，对，就是树呢就是还是这个法界的这个一部分当中，就是也是那个就是法界的一部分。然后那个明根呢，就是它是属于那个就是非相应法，就是非相法，就是心根里面就是包括的。然后这个心等无根，就是心等无根下面还在这个讲心等无根的话呢，就是它是属于是这个心所里面，就是应该是这个三性里面，就是心所里面。这样的话呢，就是法界的这个部分的十四根，或者呢就是前面所说的眼等类十二劫都是根，就是眼等这个十二劫呢就是都是根，那就是都是根。为什么这样讲呢？眼等十二劫，就是它真的十二劫呢眼等十二劫都是根，它真的呢就是眼耳鼻舌身，就是是五根，就是五根上面加上这个七心界，就是七心界。七心界呢就是包括在这个一根里面，就是它是这样分的，就是不然的话呢就是它真的这个这样分也可以吧，就是刚才那个六识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包括在一根当中，就是它是这样分的，不然呢我们那个它这里有一个六根六识的四合呢，就是因为是识的分呢，就是这样说起来的话呢，就是它这里这个眼等十二界呢，就是实际上度是根，就是这个原因呢在这个地方，就是大家还是要这个专注一下，不然的话可能有点那个不同。眼等五根呢男根与女根包括在这个肾根当中，下面讲的这个二十二根里面的，就是比如说男根女根啊，还有那个这些呢就是包括在这个肾根当中，就是前面的。然后一根呢就是七心界包括在三无鲁根，如此余下法界的一般与色等无根呢就是不是根，就是那么这个法界的一般和还有这个其他的色等无界，就是那个无尽吧，就是色等无尽呢不是根，就是应该是这个。那么其他的这个法呢，就是在这样的话十八界当中刚才那个眼根然后是雷十二界都是根的，然后再加上色等根是十七，然后这刚才法界呢就是一般是根一般不是根，就是这样就可以了。居士论第一分别皆品是种，下面大家一起回向功德。
Om Rabbazanadi, Om Rabbazanadi.